嗨，我是宝可梦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哦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很棒的分享，就是将来银行的周边商品哦，这个是蛮有趣的东西哦，就是最近拿到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那在开始开箱之前呢，来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本团的 MGM 已经超过2000人上车了哦，截至刚刚我看为止，大概2050。2060左右，好，非常的不错，所以我也要决定来履行我的承诺，就是跟团上车的成员们，好，你只要来回报银行给我100 N 点，好，我就给你100积分，那这100积分呢，你就可以兑换小七100元，是不是就是1:1让你带回去呢？好，那悠悠班就可以拿200，基础班的话就是可以拿300，好，就是等级越高拿到的奖品越多。那现在呢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一定要来看一下。好，第一个就是噔噔，这个是这么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将来银行他们做的这个提袋，好，有点类似像帆布袋一样，所以你可以放你的东西，然后带出门去用，非常的不错哦。再来，还有一个东西，我个人觉得也很不错的，这个是噔噔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将来银行他们自己设计的所谓的滑鼠垫跟座充，哈，这个我刚刚稍微偷偷看一下，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哈，拍给你看，这边，哎呦，来看一下啊，欧金金喝狂，然后它是这样子，好，它其实你放在桌上呢，它是一个滑鼠垫，然后呢，它旁边是可以插那个充电的，所以呢，你的手机就是把它放在这边，好，有没有放这里？它就可以进行充电了。好，那你另外一边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滑鼠垫在使用。好，所以其实这算是一个蛮实用的一个商品。好，那它还有这个好充电线，你可以把它就是接上去这样子。然后也有这个使用说明书。所以这个商品呢，我个人觉得这个价值应该有100-200吧。好，然后它就是特别有开发出来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还有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大礼包真的很妙哦。还有两件衣服，噔噔，好，一黑一白，好，喜欢黑色的将来银行还是喜欢白色的将来银行，就是任君挑选啦。好，那这些东西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拿到呢？好，因为本团的成效真的是很不错，所以我特别争取了三组，好，要来送给大家。好，那截至7月4号为止，好，目前大概有600多人回报，所以我们确定好，即将要在7月7号礼拜四晚上，我要来进行抽奖，抽出三位幸运儿，就是你有回报的，请你在7月7号之前赶快回报。我们这一波呢，先抽三位幸运儿，然后呢，我会私讯，会 email 跟你要这个地址，然后把东西寄给你，就是只有三份而已。如果本团呢在7月底之前能够来到3000人开户，确定成功的话，我再来帮大家争取更多的奖品，好不好？除此之外呢？如果你现在跟团来得及吗？绝对来得及。MGM 活动到7月31号，7月31号之前，本团跟团者满3000人，那么每一个有来回报的人，你拿的不是50积分，不是100积分，而是再加50，所以就是翻2倍，就是一般成员可以拿到150积分，然后这个其他悠悠班、基础班的成员就再往上翻一倍。越多人上车，本团的奖励就越多，好不好？那我也希望大家赶快把这个好康分享给身边的亲友，让他们一起来上车，所有的人都跟这一团，大家的好康通通都有。我是宝可梦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